大家好，我是丹尼，今天的主题是阳光杯你多厚，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第十届对战联盟这一周来到了阳光杯的赛事，那这边限制的话是同样的是在超级联盟 CP 1500以下的宝可梦才能够上场，属性限制则是一般火草以及地面系。那因为现在目前飞行系实在是太多，相对的一般系你可以想到大鼻鸟或者是猫头夜鹰的登场，相对的地面系的角色在这赛事中并没有那么吃香。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尼多后使用了不一样的招式，想打一个刺客流突袭对手，到底我们的尼多后在目前的天气杯能够打出怎样的实力，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吧。好，那今天小夏玩家再次来提供对战影片，使用的阵容的话，毛毛教羊、尼多后以及过动员。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。好，那首场的话，我们看到了在超级联盟很常见的泥巴雨。那毛教羊本身带二连踢，属性上的压制，对手换脚，嘎嘎上来了。那我们因为后面还有一只过动员关系，所以这边毛教羊并没有急着换脚，反正选择疯狂辐射出去。但是如果你对毛教羊熟的话，其实他是有以牙还牙这个招式，二系能够打幽灵，但我们今天并没有配置到。反正这边只能选择疯狂辐射，会让自己的防御下降非常多啊！而且有点麻烦的是，后面的尼多后跟过多人在打嘎嘎，其实是逆风。相对的，目前要怎么操作呢？连续两下疯狂辐射，让自己的防御下降了四阶啊！对手一个鼓棒上来，但是伤害量看起来不负，本身的弹度还是有啦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并没有办法残血出大招，这边有点小小大意，应该把泰山阿顶给放出去比较好。好，目前就是一顿的优势，但是顺位在对手那里，选择尼多后上来。其实猫脚羊刚一个疯狂福特出去之后，是可以考虑让尼多后直接上来啦，毕竟我们还是有坚持攻击能够去打火。那目前尼多后上来面对到嘎嘎有点无力啊，对手的气象上看起来不错，连续的鼓棒，虽然鼓棒没有属修，但是至少属性上是有压制到我们，导致目前尼多后感觉在这一场快要被牺牲掉了。但是小夏玩家这边硬保了，对手嘎嘎几乎快要一打二，这一场有点麻烦啊。好，尼多后残血出大招，对手中途换脚了，剑指棉直接上来哦。这剑指棉很有勇气啊，毕竟飞行系是怕岩石，一下下去之后，剑指棉直接喷半血以上。哇，这边属性上的压制，然后剩下的血量差一下，刚刚好，我们使用了剧毒牙出来。哇，这剑指棉上来 K 绿了我们啊！尼多后至少把对手的剑指棉直接打到残废了，还不错。那过冬人上来了，那我们今天过冬人的配招是泰山阿顶跟披瓦啦，并没有带重踏。所以少了中踏的话，要打那一只嘎嘎相对是比较辛苦的。那其实大多数的过动员还是会以中踏为主，皮瓦的话，因为他没有属修，加上他的基础数据真的是比较差，属性上的单克还比不上泰山阿顶本身的一个基础伤害。相对皮瓦的用途可能就在于泰山阿顶刚好被属性上抗到，然后皮瓦属性上压制的时候，他才会比较好用一些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再一次看到泥巴雨了。不过这一场看到泥巴雨有配皮瓦还是能够使用啊。好，对手泥巴雨直接地震出来，哇，过冬人直接残血，然后剩下我们准备浓起来的时候，对手切嘎嘎上来了。那趁着他的火焰漩涡再次打出来之前，我们快点把招式放出去，然后打残了嘎嘎。但是这边对手残血出大招，哇，第一场就有点尴尬，因为第一场的话中途应该疯狂辐射比较钝之后切尼多真的是比较好，导致后面过冬人是没有办法拉回来的，比较可惜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场。好，第二场的话看到猫头夜鹰。那今天猫脚羊配疯狂无色一部分是会打飞行啊，看起来是这样。那这个操作的话应该就是会把气象上挤到两个疯狂无色进行压制，或者用泰山阿顶去片盾。那我们今天三只角色都没有特别泡猫头夜鹰，所以打起来算是 OK 的。好，猫脚羊迟迟出招，一个泰山阿顶下去，对手并没有开盾。好，这边对手挺有勇气的，但是我们疯狂无色再次出来。第二下真的直接出招之后，对方的猫头鹰并没有挡招，直接下场了。这边他有点亏啊，完全没有抢到东西就直接下场。然后他第二角色是过冬人上来，靠着格斗系要来打我们的猫脚羊。猫脚羊这边只要出个招式稍微耗血，尼多上来直接把他扛住就收掉了，就要看他做一只是谁。好，尼多上来了，今天尼多后配置的坚持攻击真的是为了对付飞行系啊。刚刚有看到打那个剑指棉确实伤害量不错，只是剑指棉真的太坦。好，中途对手让巨爪怪上来，这边我们直接切过动员，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我们目前剩下一盾啊，所以导致对手的巨爪怪先来一个江水炮出来之后，过动员扛得住，剩下的血量要被他泥巴射一点掉是非常困难的。然后这边巨爪怪的招式一定要挡，因为你多好打巨爪怪非常的难啊，挡住江水炮之后，连续两个泰山阿顶能够压迫他。
那对手肯定是会直接开两盾啊，然后喷死我们的过动员。最后就看尼多后能不能就提前出招了。好，过动员此时再一出招，泰山顶出去，对手的巨爪怪这边是硬开了两盾，但是有点可惜的是，看起来我们血量上应该是会被他泥巴射一点掉，不过他竟然是出招了，所以导致我们这边险中求。最后尼多上来，巨爪怪的枪上还没到，但是他竟然中途切角挡招成功，导致我们的剧毒牙没有喷到巨爪怪，有点可惜啊。巨爪下去之后并没有转，把这个伤害量压到最低，然后可以拿对手的过动员直接浓起来。对方过动员的招式也是有重踏啦，看一下是重踏出来。欸，结果他选择泰山阿顶，泰山阿顶一下打不死尼多后。那这边用毒剂把他收掉之后能够补个招式，但很可惜的对手巨爪怪又出招了。看起来攻击的部分还是巨爪怪占优啦，这一场比较可惜啊。好，我们就下一场，这一场看到暴雪王暗影版本的，那他看到毛脚羊直接换脚。换脚情况下，我们这边有蓄气上的优势，先补他一个泰山阿顶。泰山阿顶下去之后，对手毛脚羊肯定不会挡，那稍微耗血，我们就可以让尼多上来浓起来。剩下的过动人或毛脚羊都可以打他暴雪王。其实我们这三只角色不论谁打都可以，所以尼多先上来卖一下。首先吃到一个泰山阿顶，喷了快半血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有点贪心了，并没有把巨毒牙直接按出去，反而让对手猫脚羊是出招逼了我们开盾。好，这边挡住泰山阿顶，剩下的话毒击能够刚好把它点掉。欸，结果猫脚羊又出招了，只能说二连T的蓄能可以说是非常快。那这边小秀玩家失误的算是蛮严重的这一场，但是没关系，巨毒牙至少挤到两发，首先放一个，但是对手的暴雪王的细血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残血应该会直接下场了，可以看到，所以刚刚巨毒牙的小小失误又开了个盾啊，目前的优势好像被对手稍微拉回去了一点。那这边过动员面对到对方的过动员的镜像对决，首先来一个 P 瓦下去之后，对手挡招。那我真要补充一下，过动员的 P 瓦这一招真的是非常的烂啊，因为就算属性上的压制，但泰山阿顶其实玩家有模拟过的话，应该可以发现到他的攻击还是比起 P 瓦来的高。所以只有单克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是选择泰山阿顶，而不要选择皮瓦去使用。这边是小小补充啦。好，那对手的过动员直接把两盾开掉，这边选择毛脚羊上来面对。毛脚羊这边要收掉过动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最后的暴雪王就会得面对到毛脚羊的二连踢，直接会踢死啊。好，那我们使用泰山阿顶收掉残血的过动员，最后剩下暴雪王，目前没有盾了。此时猫脚羊的血量吃到气象球不至于倒下，他势必得用能量球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快速的击到，反而我们的泰山阿顶是率先出来了，一下能够直接收掉。这一场虽然在尼多后那边有点小小的失误啊，但是整体上他在第一只被我们三只克到，加上最后一只镜像对决，说实在我们还是占得非常大的优势，最终没有意外的拿下胜利。好，我们就下一场哦，这一场看到暗影版本的麒麟起啊，比较少见这个角色，那他其实在小招部分也有不错的二连踢可以使用。那它属性上压制我们，代表小招配置二连踢。大招部分的话，帮大家复习一下，它是有酸伏特、精神之牙、精神强念以及镜面反射。那对手这边使用一个精神之牙，先降我们的防御力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属性上当然是弱势啊，不过它暗影版本感觉是有点脆，所以它是挡个招式。那猫脚羊还是快速的出招，泰山阿顶出去下去之后，对手麒麟旗竟然是开盾硬保了，哇，用两盾直接保住了麒麟旗。能够去出招的一个弹性啊。那尼多后本身是怕超力气招式的，所以哦，这边是直接切上来的。本来想说应该是会是过动员会上来，那这边并没有保住，吃到一个精神之牙之后，哇，很痛啊，超过半血。接下来势必得开个盾挡住之后，毒击要把它点掉，感觉是有点辛苦哦。好，对手精神之牙挡住了。然后接下来对手第二只角色是熊喵上来的，熊喵一上来立刻补他一个剧毒牙。平伤大击，但是目前血量上有点少，所以逼的小小玩家是切过动员了。过动员在属性上是完全被熊木妖给压制住了，因为本身的泰山阿顶、P 瓦或者是我们没有带的重踏，这三招在打熊木妖都会减伤，所以这边面对到熊木妖有点辛苦，要拿下他势必的得开个盾才行。那对手的麒麟旗还在，最后一只角色也还没露面，到底目前的劣势能否扳回来呢？好，过动员此时泰山阿顶出去，但是熊木妖本身幽灵系能够双抗这个一般系招式，导致这个伤害量有点低，但是一下不行就来两下吧。
直接收拾掉残血的朽木妖。刑期再次上来了，但是残血出大招。好，这残血出大招的情况下，看起来过冬也是要下场了。精神之牙出来，接下来他补一个二连踢。哎呦，没有，他是直接切脚换上大钢蛇上来，这一场有点没办法啊，导致小小玩家看起来今天的开局不是很顺利啊。刑期看起来蛮有趣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场，这一场看到妙花。妙花的话，我们这边毛角羊打他，在小招部分我们占弱势啊。不过泰山阿顶的出招还是非常快啊，先来一个泰山阿顶出去，对手妙花没挡，不过因为他今天使用暗影版本的，所以伤害量看起来不错。那我们可以让过冬岩避开妙花，其实还 OK。再加上我们出招数会比起妙花来的快，所以毛角羊虽然小招是劣势，但其实不进来，本身的坦度还能够扛他一个疯狂之物，相对的目前的连续出招有办法压迫到对手开盾，但剩下血量会被他的藤鞭直接弄起来，所以小笑玩家果断的让你多后给上来了。当你上来之后，对手还是快速的出招，疯狂植物出来，我们这边挡招。目前双方平盾，而对手的第二只角色，哇，色尾版本的猫头夜莺啊。但我们今天有配坚实攻击啊，不知道他是否会挡住这个坚实攻击。那坚实攻击下去之后，哦，对手猫头夜莺竟然没挡，没挡的情况下，他顶多来一个平伤打击的神鸟猛击。但小笑玩家是选择挡招了，挡完之后毒击把对手点掉。目前对方有一盾的优势，但是我们有顺位上的优势。那他的喵花其实没血了，只要看他最后一只到底是什么。哦，结果最后一只角色竟然是泥巴雨。但今天的配招有点尴尬的是，你配剧毒牙跟剑士攻击，确实剑攻击能够打飞行，但是少了大地之力之后就没有办法打泥巴雨了。不过对手还是很给礼貌啊，他竟然是挡招了、啊。所以他这挡招之后，反而我们的过冬岩上来，在对手没盾的情况下出招去压制他，先来一个劈瓦，对手的泥巴雨残血，这边的话应该是结束了，因为他选择一个地震出来之后，就算他有办法收掉过冬雨啊，但是这泥巴雨基本上已经残废了，而且喵花也没太多血量，他这边切上来基本上是没有太大意义在的，最后我们的过冬人补他一招就得收拾掉战局。好，那这一场比较关键的就在于我们的剑士攻击是有吐到他啦，直接让那一只猫头鹰没有做到任何事情，所有的泥巴雨被我们的过冬人给压制到，是拿下了一开始逆风的一个胜利了。好，我们就下一场，这一场看到猫头鹰面对到猫角羊，那猫头鹰还是有这个神鸟猛击可以去打击我们，而我们有疯狂福特可以压制它。刚有看到一个泰山阿顶加一个疯狂福特能够收掉它，就要看这一场对方是否会开盾。好，这边集到了一个疯狂福特的气量，加一个泰山阿顶是出招了。首先一个泰山阿顶出去之后，对手猫头鹰没有挡招，然后这边再补一个二连踢。那这二连踢出去之后，导致对方是率先出招，神鸟猛击出来，刚好猫角羊残血，可以使用一个疯狂福特。那这疯狂福特下去，对手如果没挡招，顺位就在我们这里。一下下去之后，对手还是没挡招。我基本上你看到猫角羊还是会有一点戒心，它是会配以牙还牙了。相对的，你不见得会看到疯狂福特的时候去挡招。但是对手第二顺位上来是摇篮百合，选择过冬岩上来，双倍凤凰能够去打岩石。那目前的摇篮百合在特殊赛其实算是蛮多的、啊，稳定性非常好，在第二顺位的时候出招速度算快，而且属性打点也算广泛。不过它的缺点就在于它比较难去处理刚系的角色。那特殊赛如果刚系比较少，它出场几率就很高。但是我们今天有带格斗系招式的过冬岩，绝对压制它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摇篮百合坚持攻击出来，看起来伤害量还好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揍下去。但是对手中途换角了，结果来一个过冬岩的镜像对决。那这个镜像对决情况下，尼多后看起来是要准备上来了。尼多上来靠着本身毒系抗格斗，小招部分我们占优势，加上剧毒牙的一个降对手防御力的状况下，这一场看起来要舒适比较困难呐、啊。好，对手泰山阿顶，我没有挡招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打算，哦，没有，对手是跳了啊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预判到未来了，这一场他输是正常，主要是后面角色的差距了、啊，加上一开始猫头鹰并没有去扛住我们的疯狂福特顺位上的优势。好，我们就下一场，这一场看到巨爪怪面对到猫角羊，巨爪怪的出招数确实非常快了，不过猫角羊也算是非常厉害的，三个二连踢能够用一个泰山阿顶，九踢出一招。那巨爪怪第一下的时候大概是十踢，然后第二下就是八踢嘛，相对的可能第二下的出招大家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第一下的差距我们还是有一个改变风向的一个状况啊，可以先看对手到底想要干嘛。好，这边小小玩家并没有挡住第二发江水炮，目前一顿的劣势。
但是他换脚了，看起来是换带着翅膀攻击，那一定是飞行系，所以选择疯狂福特下去。一下下去之后，对手又是猫头夜鹰上来了，那我们中途让尼多后上来面对到猫头夜鹰，此时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毒击把对手的猫头鹰给点掉，只是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巨爪怪还在。那今天配置的剧毒牙跟千石攻击在打巨爪怪都是减伤啊，好，直接把对手猫头鹰给浓下去的。对手刚刚的巨爪怪其实吃到一个泰坦警，想上就 有点低啊，再加上我们今天暗影版本的尼多后伤害量应该算是不错，对手就要抗性巨毒牙下去之后，他还是直接倒下了。最后就看作为角色结果的剑指秒，那这一场应该是要结束了，因为我们尼多后持续使用巨毒牙，直接把他的防御降到最低，过动员跟毛角羊要收拾掉他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目前的尼托比较尴尬的是，之前毒击是五下一个剧毒牙，说实在真的非常恶心啊。但是剧毒牙能量上多了五之后，毒击得要六下，相对让它的威慑力比较低啊。但是还是蛮强的，说实在的。好，剧毒牙再次下去。目前的环境上来说，就是飞行系大崛起了。毒系之前在第八季是崛起的，但是后面被稍微下修之后，就稍微的风向改变了。好，我们就下一场。这一场看到过动员，双方是一个互相伤害啊，虽然都是一般系的，但是都有带着格斗系的小招，但论出招速度，我们的毛角稍微快了一点点。好，泰山你下去，过动员直接半血，这样的话过动员应该是会输给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第二下个泰山阿顶会先出来，但是因为对方的双倍风碗在小招部分伤害量是比较足，然后他这边也选择来一个切角挡招。猫头鹰再次上来，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选择泰山阿顶并没有使用疯狂福特，导致目前的猫头鹰血量上还蛮多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打算拼一个疯狂福特，对手还来不及出招。OK， 那疯狂福特下去之后，至少能够打残这些猫头夜鹰。一下下去，对手残血。那这边的话，他残血出大招，过动员很可惜的没用双倍风碗直接把他揍下去啊。那他选择想要猛击出来，过动员剩下半血。目前双方都很省盾啊，一盾都没开。而他作为角色竟然是天蝎王暗影版本的，所以今天天蝎王确实有点多啊。那在阳光杯，天蝎王也算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使用性了。那我们一个泰山阿顶出去，逼迫到队友开盾了。逼完盾之后，这边我们也开盾，毕竟天蝎王的坦度算是一般般的。好，那挡住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补他一个泰山阿顶。不过对手竟然中途换脚了，快速的来压迫我们的过动员。此时小将将并没有挡招，直接让过动员下场。然后目前双方平盾。然后刚刚好的尼多后毒击点掉对手，对手来不及出招。那天蝎王要打赢尼多后的话，相对要使用高能量的地震震道才行。那我们今天有配剑之攻击，刚好来一个平伤大击，一下下去之后，哦，这个天蝎王肯定非常的天真呐，一定以为我们是剧毒牙加上大地之力啊，但是他这一顿直接带回家过年了。有时候看到尼多后的招式啊，他只要集到了坚持攻击的气量，如果你是飞行，尽量还是开个盾比较安全的。我们就下一场，这场看到烈剑一郎。如果尼多后的剑攻击能够直接吐到，应该非常爽。不过对手换脚了，换上过动员上来。那这边的话，看起来是又打算放一个招式之后让猫角羊下场，就要看谁会上来了。尼多后上来应该会是比较好的，因为还是能够抗他格斗系招式。好，那过动员此时是集到了重踏的气量。那这边我们挡招，避免哦，我们毒系是怕地面的，直接会下场。地面怕地面，说实在是有点不太科学啊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还是有第二属性的关系。好，直接用毒击把对手点掉。我这边他如果没配水系的话，应该就是烈剑再次上来了。不过我们坚持攻击已经准备好了，坚持攻击在属性上来说可以直接双克火跟飞行，所以一下下去看一下对手是否哦，对手烈剑直接下场了，非常愉快啊。那作为角色赌安兄也没办法打尼多后，这一场尼多后几乎是一打三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，来看一下最后一场的对手，毛角羊对上的是天蝎王。天蝎王的话，毛角羊打他是稍微吃力了点，因为对方的招式都是平伤，而我们小招是弱势。选择泰山阿顶出去，天蝎王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飞行系啦，因为正常电能够打飞，但是天蝎王的地面刚好双抗。好，对手切过动员了，感觉过动员在这个阳光杯真的蛮多的，因为本身的出招啊，或者是他的一个属性打点上，都是非常万用的。那中途我们还是让尼多上来了，尼多面对到过动员真的是非常舒服啊。就算开场遇到过动员，我们的毛角羊还是能够靠着出招数压制他。后顺位的话，我们有本身毒系能够抗格斗的尼多后，或者是过动员的镜像对决，基本上
对手只要这样切，我们胜率就是非常高啊。好，我们再次看到天蝎王上来了。天蝎王此时上来，看起来小蝎玩家又再次打算用坚实攻击吐塔了。如果你配大地之力跟剧毒牙，你是没有办法去打天蝎王的。但是我们已经有配坚实攻击，相对的就看一下对手是否会大意。不过这边并没有选择坚实攻击，反而选择剧毒牙。毕竟对方的天蝎王其实血量上有点低了，没有必要用坚实攻击吐塔了。好，那对手的防御下降之后，他还是残血出大招，有点可惜。那李多后这边按小爱吃到残血，刚好把天蝎王收掉，而对手的作为角色竟然是龙岩瓜牛。OK， 龙岩瓜牛这一场要决定胜负了。果冻人上来双倍风丸，这里直接揍个岩石系。很多好用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剧毒牙，能够去降对手防御力，不论是逆风或顺风啊，都能够带给对方非常大的困扰啊。只是因为剧毒牙的能量上提升，速度慢了一拍，导致近期的超级萌比较少用。好，那最后龙岩瓜牛这边，哦，竟然剩一滴血。我毛毛讲一上来之后二连踢，直接把这只瓜牛踢死。最后天蝎王上一滴血，刚好也做不了任何事情，对手直接带两顿回家过年了。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。我们今天首次介绍阳光杯的对战赛事啊，在一个使用属性是一般火草跟地面的状况下，其实很多角色算是常态性会在这个赛事中出现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尼多后啊，说实在的，玩家应该会想说他应该会带剧毒牙以及大地之力，但殊不知为了配合这个赛事飞行系很多的状况，我们使用一个坚实攻击能够直接吐爆他。所以后今天的影片出来之后，想必的大家在阳光杯看到尼多后都会给他个盾当做尊重。曾经毒系霸主的他，在这赛事中也算是蛮好用的。最后的话，我们要再次感谢小夏玩家提供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当做参考咯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